现在天空之镜，查看沿湖。藏区很大，有甘孜藏区，有康巴藏区，还有卫藏，所以各个藏区有不同的特点。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卫藏。太多了，藏族全都三个人。丽江哦，这全是牛哦，就是很有钱的那种。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嫁给藏族也挺好的，藏族的男孩子特别帅，你们可以考虑。甘孜藏寺周师爷，生意人群啊，生意人群，那边的藏族人长得特别帅气。我们上，光看那个牛粪文化就很有意思。我们看到藏民经常赶着大群的牛，赶着大群的羊在路上。但是我们第一次在那边看到，那边藏区因为是2000多米，《爸爸去哪儿》有一期不是在扎嘎拉拍的吗？那个地方真的。烟雾缭绕，特别好看。以后来甘南啊，甘南我觉得很有意思。甘南草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色是不同的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在后面就是雪山，所以这里不能种菜，他们就吃的牛羊肉，吃的那个酥油这些东西，高冷量的东西，这样才能御寒，他们才能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。我们要去查卡盐湖的路上，牦牛哎，牦牛在过马路，好可爱的，他们在过马路哎。那我们现在要搭小火车去查卡盐湖。在查卡盐湖，然后我现在要走下去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很冰。好冰！别下这，我脚不错的。好可怕！我在家里用吗？哦，好冰哦，啊、超冰！认真没有在演，是真的很冰。然后这里是那个这里，被称为是天空之镜，然后是全世界55个必去的地方之一，就真的很漂亮。这是一个盐湖，然后可以从这里看山的倒影，然后前面可以更清楚，真的超美的。然后我要把它卷到膝盖，不然怕水太深会用到我自己。真的很美丽，然后其实可以租鞋套，只是我就没有租了。我想说，我可以直接穿拖鞋。这里超级漂亮，然后现在我已经走在那个湖上面了，现在已经习惯它的温度了，但它其实还蛮冰的水。然后这里被号称天空之镜，就是因为它的湖，因为是里面是盐，所以整个是白色的。然后它的倒影就可以很漂亮，看到是有山的感觉，超漂亮。来这里的话，可以穿那种朱红色的衣服，这样就是会很显眼。就看到有些网美们穿着红色的衣服在后面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很幸运，导游说就是通常来查卡盐湖不是风很大，不然就是阴天，然后雨天。然后但是我们就很幸运，就是我们是晴天，然后又没有风很大的，所以就可以好好的拍个美照，整个很幸运。那我们等一下
再走进去前面拍照哦。等会见。我们刚刚就搭那小火车来的。他弄的那个造型很像《太阳的后裔》的感觉。这里要注意盐溶豆哦。今天的房间超大，也是因为我们有在加钱，因为我们是台湾人，所以要跟团员住不一样的饭店。今天超级漂亮，超级漂亮，一定要来这里。就是盐巴，超级美的，所以它才可以有那个拍到很漂亮的倒影。